使用铅笔工具，根据人物的姿态绘制一条路径。结束路径的绘制时，安装 Alt 键。选择路径文字工具，将光标放置在路径上，单击输入文字，按一下空格键，再继续输入。在文字上拖动鼠标，将文字全部选取，按 Ctrl+C 复制，按 Ctrl+V 粘贴。路径文字出现溢出的红色标志，使用直接选择工具调整一下路径上的锚点的位置，使文字完整显示。